有些话不要轻易的口不择言的就往外掏。今时今日，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，你能够毫无遮掩的把那些很有可能伤别人心的话，同时也让自己形象受损的话脱口而出，足以说明其实你其实挺天真的。但是何必去说那些轻者痛而……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对你一直都是这样。我这个人嘛，就是嘴比较笨，但是我做事都是实实在在在做。我现在就是说，老板也比较赏识我，我自己也想做出点事情给你看。我希望就是说，在我做这个事情之前呢，你能多多的理解我一点。我也想给你和宝宝一个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。我只想你以后就是多关心关心我啊，跟以前一样，咱们就是开开心心的，就是不要老一下班回来你就玩游戏。就算我再对你怎么样，你都要那个，你都要支持我，都要疼我，都要爱我。我会的，你放心吧。
来，哎，最后送你一句话啊，当一个女人跟你生活在一起，要陪伴你一辈子，还给你生娃，你不能给她物质上的富足条件的时候，你连爱都给不了了，这个女人你还能留得住吗？所以好好爱她，好吗？好，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